害了吧？哇，老公你好厉害哦，今天终于有鱼吃了。今天要去哪里？又要喂鱼做白工了。今天去海山渔港钓鱼，听说应为有咬。每天都去钓鱼，也没看到钓到鱼回来，真怀疑你是不是去钓鱼。那我走了。路上小心哦。好。前方有测速照相，速限80公里。今天要去哪里？又要喂鱼做白工了。很多人都喜欢买刹车卷，这刹车卷的作用呢，就是可以自动放线，自动出线。那什么时候用到这个刹车卷呢？什么时候用到这个开关呢？就是当浮标或者是阿波在下沉的时候，在还没有开枪之前呢，就要先按下去。比如说浮标现在动作往下沉，或者是阿波往下沉，就是这时候呢，就是按住。按住的时候再开枪，在搏鱼的过程呢，如果鱼往外冲的话，我们只要一放，这个线杯就会自动出现。在整个坐钓过程呢，没有再说弹回去或再压的这个情况，一律都是开枪的时候就是压着，到你整个搏鱼结束的时候呢，才是放掉再弹回去的时候。这个小知识跟大家分享。
去钓鱼。听说两点的时候这里有卖鱼，每次都钓不到鱼，哎，买一些鱼骗老婆好了。倒一下，我偷偷看，来，给他倒一下就好了。不会抓，哎，哪么讲的啊？我老板你要我抽豆腐，不要啦，这个鲜啊，这是抽豆腐，到抽豆腐该怎么？每个人都在等，到底里面是什么鱼还不知道。挑几尾回去，表示今天定尾就大咬了，赶快抓。好像别桶还有别的东西，我再等一下好了。先排大鱼，那讲的比较厉害。甲鱼，听说这里面是白带鱼和马加剪，所以抢的比较厉害。要靠过来喽！一张白带鱼，臭肚，哦，臭大！哎呀，要吃到喽！拉你喽！哦，你不弄了？哇，那有一地位，来来，过来。这位是什么？金梭。我看一下好不好？来。金梭鱼。来了！哦，白带鱼。白带鱼，我没有抢到半条白带鱼。只有小只的而已。小只的，哎。小只有四五只。嗯。没缸。那有多少吗？没有了。厚度。厚度好大，像鱼。厚度。哦，剥皮鱼，剥皮鱼。这里接有点，我看到你还是进来。剥皮鱼也有，好大。什么鱼都有，什么都有。这里也有红鱼啊。这里也有红鱼。哦，这为什么 ？OK。哎，等一下。OK。好大的 OK。那个剪我，那就剪给我。好，谢谢。你剪就好。还是要排队，第一料点。我给你先排。请问一公斤多少钱？一公斤七十。一公斤七十块。请问你们有提供冰块吗？可以呀。哦，有冰块是吗？好，谢谢。
418哈。418，好，谢谢。那个潮哥拉出来。我比你这单体强呀。好啦，我们要走。你早先叫那个在等啊。老板，请问一下，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金吉利定制渔场。那每天都有渔货可以买吗？每天都有。大约是几点？但是要看每天的潮汐不一定，大约都是在2点到4点之间。大约是2点到4点之间，所以2点到4点之间来这边买鱼都有。都会有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弄一些冰块。哎，老板。这把鱼倒进去。这个放下来，大的拿起来。哇，这样就爆桶了。回家老婆就不会骂我了。老婆，快点出来哦！今天燕尾大摇喽。老婆，快点把盆子拿来。哦，来了。很多吧？哇，今天钓这么多。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哇，老公你好厉害哦！今天终于有鱼吃了。哦，还有哎。刚好一桶，老公你好棒哦！赶快拿进去杀。好。又要去哪里？我要去钓鱼啊！昨天燕尾大咬，今天一定还会大咬。我要去钓鱼的。不准去！昨天钓那么多了，等吃完再去。赶快给我进来！啊，这下惨了，买太多了。